长，还有各位老师，呃，各位同学，平安。平安现在有点感觉好像要上讲道课哈、哦。那每一次来到神学院，感觉到非常的荣幸。那同时也感觉到很震惊。哦，那因为啊、呃，在座有很多老师是看着我成长的。那但是也感觉到很快乐，因为好像我们可以跟我们。 在座的学弟学妹一起来分享一下啊、呃，在幕会上的各样的甘苦谈。所以刚刚在敬拜的当中，我就可以感觉到，好像又是回到家里面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今天就用一个好像是曾经在正道学习，然后出去幕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，我们好像家里面的人，我们彼此来分享一下啊、呃，在幕会上当中。 会遇到的各样的一个挑战。那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啊、呃，就是冲突管理哈。那我今天主要要谈到从圣经看教会冲突处理的智慧。那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其实教会要建造容不容易？非常不容易。有的时候你花十年、二十年。 你辛辛苦苦的把教会建造起来，可是有可能在一次的冲突当中，教会就怎么样分裂了，教会就瓦解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出去外面募会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冲突，但是事实上，圣经里面跟我们讲到有很多很多冲突的例子，然后圣经也给了我们一些处理冲突的一个方法跟智慧。 往圣经里面讲到，嗯，雅各跟以扫有没有冲突？有，感谢神，他们之后彼此和好了。好、哦，再来，亚伯拉罕跟罗德有没有冲突？他们出去牧羊的时候，人越来越多，羊越来越多，最后他们的牧人彼此之间冲突起来了。啊、哦，圣经也有解决方案。那扫罗跟大卫有没有冲突？有啊。 扫罗嫉妒大卫，扫罗追杀大卫。再来，有阿爹跟巡都基有没有冲突啊？有没有？好、哦，这个他说：“我劝这两位在主里的爱主的姐妹，各位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两位爱主的姐妹在教会里面会不会冲突啊？会不会？会啊、哦。对，所以冲突真的不容易、哦。那我想今天我就是想要来借着这样来。” 借着这个主题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阿巴父神，圣灵，求你在我们的当中，对我们的心来说话，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奇妙。谢谢主的恩典，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那第一个是谈到摩西跟亚伦跟可拉党的权力的冲突，那怎么解决呢？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哦。刚刚我们已经读到这段经文了，你们知道吗？ 这个歌侠歌侠是谁的？歌侠是立位族的。那你我们知道立位族是办理会幕神殿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个歌侠是管圣所至圣所里面的器具。你知道别人都是管那些外面的棍子啊、帐幕啊，对不对？他们是管什么？管这个洗涤盆，诶里面重要的，所以这是重要的位置。再来，刘便又是谁？刘便是雅各的什么第一个儿子，对不对？长子。 但是他被排在哈比较边边的位置，他心里面也觉得很不舒服诶各位你知道啊，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你会遇到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他很有声望，他甚至是教会的方的。但是你把他摆在一个不对的位置的时候，他里面会不会有气呀、啊？会啊。再来下面呢，我们刚刚读过两百五十位首领就是什么？红色字有名望选入会的，哇，这些都是长子诶 这些都是小组长哎，这些都是你的同工哎，结果现在发生什么事？这些同工、这些长子这些教会的方的，一起过来告诉你一件事。好，第三节，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吧，请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。 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这些长职、小组长，这些你最重要的同工来到你的面前，告诉你一件事情說：说你擅自专权了哇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挑战大不大？我告诉一件，报告一件好消息给你们。 就是你们将来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件事情，真的，你都会遇到这个挑战。什么叫善事专权呢？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是：够了，摩西，你够了吧？你，你们的权利也太多了吧？弟兄姐妹，会不会有人也这样挑战你？ 哪一天？呃，我想神学院应该不会了哈。哪一天，院长，你够了吧你？對哎呀，谁敢对院长这样讲话？但是真的发生了。好，怎么处理呢？我们来看摩西怎么反应呢？圣经里面讲到，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，对可拉和他一党人说：“到了早晨，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，谁是圣洁的。” 就叫谁亲近他？可啦、啊，你们要把这样，你们要这样行。明日在夜和华面前，把火盛在炉中，把香放在其上，耶华拣选谁，谁就成，谁就为圣洁。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摩西怎么反应呢？A，第一个，摩西俯伏。圣经里面讲民数记十二章三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吧，请。摩西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。摩西在面对。 这个金牛犊事件，在面对许多的百姓背叛抱怨的时候，他也都虎符。而且他不仅虎符，他还为百姓代求。但是你要注意，这一次摩西没有为百姓代求了。这个虎符表示摩西已经什么无能为力了，因为这个事情是太严重了。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面呢、哦。 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夫妻发生了问题，哎、欸，我们去辅导啊、哦；有一些事情处理的不好，我们去处理。但是最严重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，领袖跟你好、哦、有一个极大的冲突。所以摩西夫妇，而且他没有再为他们祷告了，因为这个事情太严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遇到将来你如果遇到这件事情的话，今天是。 今年最后一次 chapel 对不对？好，一定要记住这件事。以后你如果真的遇到这个事情的话，第一件事情怎么做？俯伏，真的是俯伏，趴下来，好好的祷告。好，然后呢，摩西就发出挑战，就说：啊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进前来，到时候大家都拿着香，好，让神亲自来决定谁是圣洁，神拣选谁，谁就是圣洁的。你知道吗？结果这些可拉党们。 他们也都答应诶、欸、一个骄傲，一个自己觉得有权利的人，他会忘记危险。怎么说呢？你知道之前亚伦的儿子现反火被什么？被神击杀诶、欸、他们都忘记这个事了，他们还答应诶、欸、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怕，当有一些未来你们去慕会的时候，你会遇到有一些领袖，哦，他如果觉得他自己很自高，他挑战你的时候，你就让他挑战。 上帝自己做决定。我们再看下去哦。好，然后呢？摩西很有趣哦。刚刚可拉党这些这些人，这些两百五十位的有名望的人指责摩西说：“你们摩西，你擅自什么专权的结果摩西又说：“你们这些立位的子孙什么擅自专权的？”摩西直指问题的核心。弟姐妹，问题不是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权力斗争。讲出来了，点出那个要。 要点来了，好、哦，结果我们知道下场就是可拉党所有的人全部地裂开，全部都下去了，啊、哦，当然这在旧约了哈、哦。现在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这些同工长子哈，通、哦、通掉下去啊，<laughs> 对啊，我们还是带着爱、带着怜悯啊，为他们祷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第一个这个圣经里面冲突的。 好，第一个 case，我在研究的时候，我在思想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哈，摩西处理冲突的模式就是让上帝介入，amen。好，因为好他不是用武力去解决问题的，他是让神亲自来掌权，让神来介入。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辅辅。所以在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二节，我们也一起读一下好不好？请。 在上有权柄的，还能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的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你看，所以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。既然是神设立的，我们就操练活在遮盖之下，活在权柄之下。Amen。好，所以。 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未来出去牧养教会或带领一个团团契的时候，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个挑战，你怎么处理？记得今天所分享的哦，啊，俯福,福，让神什么介入，好不好？你跟旁边弟兄姐妹讲，让上帝介入。介入对，好，好。那么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我要来分享的是尼西米，啊，我也讲到，你知道尼西米他要建城墙容不容易啊？ 不容易啊，遇到很多的挑战呢、啊。那同样的，你知道在北美啊啊、呃，要建建堂的话，平均听说是这样子的，十间教会有九间教会的主任牧师要离开啊。真的，时间有九间教会要离，开，因为那个冲突太大了。哦，那二零一零年我们教会也刚好建堂啊、哦，感谢神的怜悯，还好我有读尼西米记，现在还还存还活着啊、哦。你知道在。 建造当中，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挑战。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呢？你会遇到人吃笑你，你会藐视你，真的，好、哦，你都看快一点啊、哦！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，就发怒，大大的恼恨，然后怎么样？吃笑犹大人，他们怎么吃笑呢？极尽挑衅之能。第二节，这些软弱的犹大人要做什么呢？要保护自己吗？要献祭吗？要一日成功吗？要从？ 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，火烧石头如果烧过哈，它就不坚固了，它就松松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建造是没有用的。再来，亚亚门人多比亚说，他们所修造的石墙，哎，这个是最最挑衅，而且最什么最羞辱的，就是狐狸上去也别也别什么吃到，狐狸是很轻盈的，有没有？狐狸跳上去也会什么倒下去。当初我们教会也是，我们那时候要建堂。 我们手上只有二十五万，可是我们要买一个四百二十万的糖，你们会不会笑？也有,有人笑了啊！没有钱买什么？好、哦，但感谢神啊！之后买完了以后，也之后也也买完了以后，有一个弟兄，呃，隔壁的教会他们就来问说：“哎，请问你们当初多少钱买的？”我们说，我们有一个弟兄就回答他：“我们只有二十五万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你们二十五万就敢买啊？” 然后我们那个弟兄就问他嘛，问他说：“那请问你们当初有多少钱想要买这个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有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五万。”结果我们那个弟兄也回答说：“哈，你有一百二十五万，你还不敢买哦，<laughs> 弟兄姐妹。”所以哈、哦，我跟你讲，将来你牧养教会、带领一个团，你一定会想要建造。可建造当中，你第一件事你会遇到什么人的什么吃笑啊、哦？你们知道小米小米手机吗？ 啊，大陆有一个小小米手机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雷军就说过一件事：没有被耻笑的梦想不是梦想。听懂意思吗？啊，所以，我们神学院要盖这个的时候，搞不好外面也有人会讲说：哎，这样子就好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院长还有西安主任这边听说还要盖一个剧院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剧院呐、啊？<有>哦、啊,没啊、哦，没有啊、哦、没有。对不起，我这个梦比较大，你知道那个？ 迪士尼乐园哈，迪士尼开剧院哈，对，迪士尼乐园他们以前呢为什么会成功呢？听说那个老板哈，他在他在想 idea 的时候，他的开会是这样子开的，大家开会他就请大家他就提出一个 proposal 来，大家看看看，只要这当中有一个人说，哎，老板这个方案可行，他就把这个撕掉，直到他提出。 所有的方案，每一个人都把那个纸往他脸上丢，说你疯啦、啊！哈、哦，这绝对做不来的。他就说好，那就做这个。所以他专门做什么？人家觉得疯的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疯狂是好的啊、哦。好，再来。那么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要买这个糖，四百二十万。然后各位你知道吗？建堂哈，他建堂前你会被吃笑，建堂中。 会遇到很多的困难。建堂，你以为建完堂以后就没事了？建完堂以后三年之内还是会有事啊！哦，后面还有事。那我们那个时候，你知道，圣经里面其实都有讲的。第四第四章七到八节这里说，参巴拉多比亚、亚拉伯、亚门人、雅什突然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，左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，就是方。你仔细去看地图，你有空你研究一下，刚好是东西南北。 换句话说，那个攻击是从哪里来的？四面八方啊！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哈、啊、怕热就不要进什么厨房，有没有？你怕攻击就不要来服侍神。服侍神一定会有仇敌的攻击，跟旁边人讲一下，一定会有攻击的。<laughs> 而且大家同模要来攻击耶路撒冷，使城内什么扰乱。 第一个扰乱你的就是扰乱你的心呐、啊。你做领袖的心你会被扰乱，你知道？二零我们一零年想要那個时候一直到处去看地方，可是零九年的时候我发生很多事情，好，我父亲过世，你觉得痛不痛？很难过。然后紧接着金融危机来了，我们教会人数一直走，我送了二十几个十年的同工回台湾，啊，送到后面我都掉眼泪。 然后人数有的时候哈、啊、破百，破百不是往上破，你知道吗？是往下破啊！一看哎九十九，啊、哦，我们都破百是哎感谢神的破百是往下，心情很沉重啊。再来我家招小偷啊、哦，城内有没有扰乱啊？这个城是哪里的城？心中的城呢、啊？在那个小偷小偷很专业，我们小孩的地方都不拉，然后我的这边他也不拿下来，这个都是我太太的，通通拿下来。 得他知道财物都放在姐妹的那边，然后刚好我们我太太手上前一天刚好把首饰通通整理好，因为她打算要回台湾，结果那一盒拿起来全部拿走，那我就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看还有几个金子没有拿走，还好，他说这些都假的，专 <laughs> 不专业？专业啊，很多的攻击，很多的扰乱，让你的心里面啊、哦，城内会会搅扰，然后不仅如此。 你知道吗？内部的士气会瓦解。第十节，好，你们再帮我读一下吧，请由大人说。太累了，不要做了。你知道那时候上帝就给我有机会，我就去北加州，我就去台湾，哈，我到我们整个台福教会、时间教会、北卡，哇，去去募款去分享，哈。 结果大家这样大概跑了三个月，当然不是全部三个月都在外面。可是你在外面跑的时候，自然内部就会比较没有顾到，对不对？结果回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姐妹跟我讲说：“牧师啊，大家都不想不想见堂。”哇！我跑的要死，结果里面已经什么士气什么瓦解了。结果我就要祷告，弟兄姐妹，策略都在神的那边，好、哦。 那你新米不是说你要对着每一个人的房子建造吗？哎，这个就给我一个 idea，我就想，好，我决定我要去每一个家庭，一个一个再去探访关怀他们，就就去他们家，好，好、啊、牧师，那哦，我就问他们家里面好啊，一起祷告啊，然后分享，没有为建堂哦，不是要去谈建堂的事，就是纯关怀，这样懂不懂？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去探访人啊，不要带着目的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对，纯关怀。 纯纯爱心，结果呢？关怀完以后呢？他们钱就拿出来。诶牧师，这个是建堂我说我今天不是为了建堂来的。哦，没有，有预备，有预备。我说好，好。然后呢？然后过，然后呢？又去另外一间呢？那讲完以后，他说牧师，你根本不需要来，我们都是哦最中间的来啊。然后就又又支票又拿出来，对啊、哦。结果弄了半天，发现根本没人反对，大家只是什么心里面希望说牧师来爱一下，你懂吗？ 有的时候只是只是希望什么，就说有啦。公司这个教会旧旧的，还、哎、有而且门口好多十几只小猫、欸，哎，这个怎么处理？我说好好，以后会处理，放心吧。好，慢慢建，慢慢我们把它更新，慢慢把它更新。哎呀，心里面就得到什么安慰。各位，有的时候那个风声你不要去听，那个那个风声是假的。你要祷告，然后你愿意去攻坚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一个家庭都去做一下，聊一聊，好、哦。结果发现。 感谢神，没事，wow, 有没有？神经有策略，再来，好。所以呢，这里第一个最重要要怎么做呢？要怎么面对这些挑战呢？其实哈、哦，尼西米一直讲，就是来祷告倚靠神。我们来读一下红色的字叫好不好？请，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Amen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相信吗？当你在牧羊教会的时候，你遇到冲突的时候。 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amen。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嘛？啊，稍微小声一点哈、啊。对，我们再一次啊，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 Amen?，amen。是嘛？这才是正道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那么神怎么让我们亨通呢？神会供应木料，诶，神会供应，神会帮来帮助我们神。 我们的神的手，施恩的手会帮助我们。刚刚不是讲说我们教会买了以后呢，然后就旧旧的、啊，栏杆都是，好、哦，因为那三十几年、三四十年的房子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结果很很奇妙，对面有一个学校来租了，对面是一个 private，就是私人的基督教学校，他就来租了我们，租租了对面的一个学校，然后他就来走过来跟我聊，他说：“哎。” 牧师，你们的礼堂可不可以租给我们？我说可以啊。那你们的 parking lot 可不可以租给我们？我说可以啊。好，因为你知道学校跟教会是 perfect 的连结。怎么说？学校是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什么白天，教会是用晚上跟什么周末嘛，对不对？刚刚好。结果结果呢？因为他的他们 standard 很高，结果他们一进来以后就帮忙把地毯全部换新了。<laughs> 上帝会供应木料，你知道吗？ 哈，把围栏篱笆全部油漆了，哇，太奇妙了，哈、哦，对呀、啊，然后上帝也供应三角钢琴。我们有一个姐妹说：“牧师，我们等很久了，这个三角钢琴算我的。”然后买了六万美金呢，上帝会供应，弟兄姐妹你不用担心，哈、哦，再来，哈、哦，神也会试下策略。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哈、哦，就按着宗族有没有，哈、哦。 按着宗主，按着自己的家庭来征战、哦、然后呢，当纪念主是大可畏。各位，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。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吧。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。弟兄<喂>姐妹，你的主大不大嘛？大<好>。大不大？大<好>如果大的话，那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他会供应啊，他会帮你征战，所以你要起来征战啊。哦，结果呢？ 我们那个时候学校哎就来帮助我们，那那个时候学校就就来跟我们讲说，哎你们这个房间哦都太脏太乱了，这样好不好？你们我们花，我们愿意帮你们花一万六千块，帮你们把它全部粉刷整修，好拉拉皮，然后让我们做教室用，你们觉得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好啊,好啊，我心里面好高兴。结果你知道吗？我们的长职开会也是尼西米奇开会。 开会完以后，他们决定说，他们还偷偷的开会哦。开完会说，牧师，我们决定不要拉皮。我说啊，那你们要怎么做？好、啊，我们决定全部拆掉，重建，要花十五万。我说哇，你们的信心还比我大。结果之后就重建，这是我们小班教室啊。小班教室大概就是这一半这么大，很大哦，每一间都很大很漂亮。在我们的童工，他们愿意。 啊，牧师信心比较小，你知道？牧师只想拉拉皮，你知道什么叫拉皮吗？就是擦一擦，这样就可以。可是人家长职信心比我们大，好、哦，你看这我们小刚刚是小小班，这小班教室，这大班教室，结果就租给他们用了，全部都全新的。那一天林院长有来参观过啊、哦，这我们的华语青年的聚会，这英文的附堂，哇，开始焕然一新起来了，弟姐妹。 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我们的主会供应我们的哈、哦。再来男生厕所哈、哦，女生厕所就不照了哈、哦。对，这进去你还会闻到那个啊，那个那个叫做什么刚装修、刚装修完的味道。对呀、啊，好，那么神会不会替我们征战呢？哈、哦，我们的神会替我们征战的弟兄姐妹哦，这就,就不读了哈、哦。那在你侍奉的当中，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。我刚刚已经讲。 建建堂前有人会笑你，建堂中士气会瓦解，会有各样的冲突；建堂后会有财务上的问题，神会供应。那接下来还有一个，哈、哦，这里你知道就在去年吧，因为我们还欠很多的款，虽然有募款也有贷款，我们还在还钱。然后呢，终于问题来了，我们有一次我们的会计就跟我讲，啊，牧师，对不起啊、哦，现在这个月发不出那个谢礼来了。 我说哦好，我们教会还有三两个传道人哦，就我们三个我，我就我说没关系，我们会祷告。结果我就回去跟我们的同工讲，那我们这两个同工哈也是这里毕业的，那我们就一起一起祷告说，说好没关系，我们有信心，神会供应。结果我们就祷告，祷告完以后很奇妙，上帝替我们征战。结果到礼拜五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打电话来给我，好，刘牧师，我会计师跟我讲，我去年钱赚太多哈、哦，可不可以奉献给教会一些？我说当然可以。 <laughs> 谢谢，然后呢？结果呢？礼拜天我们同工同工训练的时候，他起来做见证。就果刚刚有一个姐妹没有来参加，可是看到那个相片，她说：“哎、欸，牧师啊，他做什么见证？”我就跟他讲说：“哦，他做这个见证。”他说：“哎、欸，牧师，怎么那么巧啊,啊？我去年有奉献一张支票，啊、一万一万多。然后呢，那个那个人没有 cash，那可不可以奉献给教友？”我说：“当然可以。” 结果隔天礼拜天，你看礼拜五啊、哦，礼拜六，礼拜天，哎，会计把支票拿给我们三个人，我说，哎，怎么有？他说没有关系，他先垫进去了。三桶水，结果那个前面不是说赚比较多钱的那个，那一次他奉献了六万美金，感谢神，一下子神就把水什么补足了。所以弟兄姐妹。 在侍奉当中、建堂当中，你会建堂前、建堂中、建堂后，你都会遇到困难，但是不要惧怕，我们的神会，天上的神会替我们征战，amen。好，好，那么所以感谢神，征战了以后就会得胜。在我们教会，等一下下午一点半会来分享说这个整个过程啊，这个从。 从二三十位年轻人一直到最后的这个这个过程一点半，好，然后所以呢，在我们长执同工的策略，这是我们的所有的长执同工策略会议里面，我们一直在讲一句话，就是我们一起读一下吧，请平安不是没有冲突，乃是在冲突中有爱的得胜，弟兄姐妹，真正的平安不是啊，教会都没有冲突啊、哦，教会这个如天堂不是。 而是在冲突当中有什么爱的得胜，一定会有冲突的，但是不怕冲突，冲突当中有爱的得胜，好、哦，好，那么还有时间吗？啊，还有，还有，好，剩八分钟，我们赶快把它讲完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好，再来这个这一段经文你们很熟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这个使徒忽略了啊、呃，使徒跟那些被忽略的寡妇。 族群那要怎么做呢？就是当机立断，确认优先。各位你知道吗？吃饭重不重要？民以食为天，对不对？台语有一句话，甲崩什么，红帝多。各位你知道吗？被所有朝代被改改朝换代的，都是因为百姓没什么，没饭吃。教会主任牧师要离开的，就是因为饭食没有管好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 这个事情弄不好，台语说什么？冰斗，真的是翻桌啊！好，事情有没有发生？有，圣经有讲哦。我现在讲的其实不是开玩笑，是圣经真的有讲。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什么怨言？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上忽略了他们的管。各位，你知道有两件事你一定要注意，这个发怨言，你去读那个原文的意思啊，是。 好像那个苍蝇或是蜜蜂的声音，呜。所以做牧呜的，你耳朵要呜一呜你看到人家呜呜呜呜私呜的呜候，你就要知道有呜呜了，要呜快去呜呜什呜呜呜你不要等到人家已经拿大声公跟你讲了哈，那个时候就是要翻桌的时候。所以这个呜怨言是小小声的，在群众当中在干嘛？在蔓延着哎。 要不要注意？要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忽略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幕会当中，我们常常忽略忽略了这个族群，忽略了这个人的需要，以至于因为一个小小的忽略，结果就带来很大的冲突。好，其实夫妻也是啊，同意吗？好，丈夫有的时候忽略了太太，然后最后他就跟你离家出走啊？怎么样？他说：“诶我也没有做什么啊，只因为你没有把袜子啊放到洗衣机那边去而已。” 就这么简单。好，然后所以弟兄姐妹，问题在哪里呢？其实这是一个好的问题，因为门徒什么增多，所以你希不希望教会成长？希不希望？希不希望得救的人数增加？希不希望？希望哈。那我告诉你，恭喜你，你会有冲突，但是是好的什么？好的冲突。你会有问题，因为人越来越多，我们神学院人越来越多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会不会有问题？会，管理的问题。 啊、哦，太多的问题了哈！但是这是好的问题，这也就是说官顾尚书行政管理不足，没饭吃什么不舒服，真的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，他去了一个，他他之前是去一个教会，就他吃一盘以后，他不想，他还想再吃，结果他去去问还有没有，就听说那个教会的人就给他脸色看，最后丢了一盘给他，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。 离开以后，来到我们的教会，他在吃，吃完以后他还想要的时候，我们突然有一个弟兄就拿了一碗饭，咵，就放到他的这里，啊、哦，他就好感动哦,哦，他就留在我们的教会了。各位不要笑哦，我们教会缺十万块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就奉献了四万七了。他是从小穿赤脚长大的企业家，可是他非常在乎什么？吃饭。 吃饭你不要小看，等一下记得啊、喔，帮人家添一下。你都不知道那个带来的效果，真的好。结果呢，他们你看哦、喔，吃饭这件事情重不重要？重要，重要到十二使徒都要赶快来召集会议来开。好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不合宜的。好，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为念，不是说祈祷传道比较重要，而是这是神给他们的呼召。那么，管理饭食重不重要？重要啊，哈、喔，是优先次序的问题。 好，那这个我就不讲了啦，你们都知道优先次序的嘛，哈，我们这个把它跳过。好，啊，这个也是时间管理的，紧急、重要、不紧急，哈，所以你知道我们，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忙什么？你知道，忙不紧急又不重要的事，同不同意？啊<意>，那请问什么叫做不紧急重要的事？灵修重不重要？紧不紧急？所以三天不灵修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 可以啦，没人知道啦，因为不不什么不紧急，但一个月不灵修可不可以？可以啦，没有人知道，可最后你的灵命就枯萎了，是吧所以你应该把不紧把你的时间放在不紧急跟重要的地方才，所以灵修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谈最后哈，所以首先要分辨优先次序，你将来哈处理。 冲突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很重要，你要分辨优先次序，你不要自己一头就栽下去了。你要来懂得分派，结果他们就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这事。弟兄姐妹，你觉得管理饭食重不重要？要找这样的人呢、欸？哈、哦，真的，我们教会也有姐妹在管理饭食的时候，在厨房就吵起架来了，还害得我要去处理，最后还在公众的地方彼此道歉、送花。 然后我们底下还有弟兄说：“哇，牧师啊，我在教业三十年来从来没看过这种场面，就是还这样互相道歉。管理范式很重要，结果呢还要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人。所以刚刚讲到第一个是优先次序，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就是你要选对人，好、哦。那这个是我从苏牧师的书上领受到的啊、哦，就是三个神是人，这三个。” 都不可缺好、哦哦，神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是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。好、哦，他是敬畏神的，这个很重要。可是呢，他也要能够懂得管理事情，不然他如果不会处事，他很爱主不会处事，就他就把事情搞砸了。那第三呢，这个人要有好名声，这个人也能够懂得处人。你说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呀、啊！所以我们要找到神、世人这三方面都美的人哦，才能够来管理什么范事。 同样，你未来啊、哦，你要找你的秘书啊，你要找你的助手啊，你要找你的啊啊、呃呃，将来的一个侍奉的同伴啊，你也要按照这个这个法则来找。好，所以 Bill Huppert 他有说，拣选同工的三个标准是什么呢？三个，三个 C，我想我们都知道，第一个就是什么？品格，好，这个不用讲了，如果没有品格，再会办事都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就是他的什么？ 他要有能力，哦，不然你会发现物不超所值，有没有？哦、再来，第三是什么？这个我觉得很重要，就是 chemistry，就是台语说哎哈没哈啦，怎么样？你合不合？有时候你不合哈、哦，两个人都是好人，可是不合在一起，好痛苦哦。所以这三个都很重要，品格、能力跟什么契合？啊、哦，好，讲完了，最后就是。 饭食上要处理冲突啊，我们教会也遇到很多挑战啊。请问一下，你们教会，你们现在都有去教会？你们教会吃饭？你们教会第一，我问你，你们教会有没有吃饭啊？有吗？你们吃三菜一汤还是啊？还是吃包子还是吃面包啊？两菜一汤。两菜一汤啊？你知道有的教会是吃包子啊，吃馒头，啊好，请问好，那你们教会收不收钱啊？ 哎、呃，你看有收有什么不收的？你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来跟我讲牧师啊，你看那个人拿六盘呢，我们要收钱，我们要收钱，哇，这个也会吵架。那我就说没有，我们教会就我到目前为止，未来我不知道，目前为止我还是坚持恩典原则，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，对不对？ 就吃吧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大大气一点哈、哦。再来，第二大厨不要管理，为什么大厨不要管理？我们我们家里有人在煮饭菜，可是煮完以后火气很大，然后他还要来管理哈、哦，打饭菜，然后呢，结果就有弟兄姐妹走过去哈、哦，有的从不同地区来，他就说，诶，我怎么觉得他给我的很少，哈、哦，然后呢，诶，有的人呢他就多给一点，所以我们就发现，我们就说啊，那大厨你不要管理。 不要不要再打饭菜，还有最后我们设立的什么专业的打饭团队，你知道？哇，那个那个那个饭一弄下去，哎、欸，标准的，怎么样？那个菜一弄，哇，速度很快，专业的哦、喔，专业的，对呀、啊，真的，跟你讲管饭是很重要，你们不相信啊、喔？<laughs> 十年后牧养的牧会以后，如果有遇到困难，打电话给我。最后全教会小家轮流打扫，包括我们的年轻人啊、幼师啊，统统来轮流打扫，欸 这个范食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。好，其实后面还有其他的啦。保罗、巴拿巴跟为了马可吵架，这以后我们下节分享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阿巴父神，谢谢你，你在圣经你的话语里面有这么多的冲突的案例，让我们来学习。我们承认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也承认我们都很有限。 我们也承认，我们里面还有血气，主要、啊、我们也会有不同的性格，主随我们会有冲突，是吧、啊？但是平安不是没有冲突，乃是在冲突当中有爱的得胜。阿巴父，求你给我们有智慧，主要、啊、在面对不同的冲突的情况，我们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，不同的处理的智慧。主要、啊、谢谢你的恩典，主要、啊、借着你的话语，我们能够靠主得胜，因为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。奉主的名求。 Amen.